马来西亚华人电影展在2012年的10月6号到28号呢，在我们的古城马六甲热情的上映，你一定要来看呢。跟他讲了吗？没有。知道你难做，你知道我难做，你知道他整天躲进我房间里面哭吗？你知道他是为了你哭吗？你以为我不想讲？我自己也想早一点跟他讲清楚啊。